法例存在漏洞，而被噪音製造者利用到，而家唔會
需要再用呢個遊戲場地規則嘅喎，規例。我講到而家啲法
問題，執法嘅問題嘛。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嘅係，無論政府派幾多人去巡邏都好，啲大媽依然係無法無天，可以話係無敵㗎嘛。又不妨加強個執法，我哋都未加強執法。如果我哋收咗禮之後，嗰個罰款提升，然後連啲附近居民都可以做空方證人嘅時候，投訴同埋執法會唔方便咗容易咗。我哋就算佢判到死刑之後，但你仍然捉唔到佢，佢都係唔會驚嘅喎。但係有咗呢個法例之後，我哋就捉到佢咩？但係都話佢而家就係執法問題，你而家唔夾硬捉佢嘅話，根本佢哋就唔會驚咯。佢唔會驚你，就算但係我哋而家增加咗罰款，佢哋咪會驚咯。有冇同埋你捉唔到佢啊？即係話咧，譬如你去到死刑咁嚴重啦，但係佢捉唔到佢，佢都唔會驚㗎。但係而家有咗修例之後，附近居民可以投訴佢哋噪音滋擾，所以而家咪捉到佢咯。佢就曾經落到區，同康文署啲人咧，康文署入面啦，警方一齊落去，但係咧佢都係俾嗰啲支持者啦，嗰啲觀眾咧一齊去圍到佢，人多勢眾，咁佢仲會唔會有效咧？康哥，冇錯啦，而家嗰啲大伯就係會正方方面還是自充，而家正反方派出咗一名團長高調，請你自由挑選，大家都要自由。正方處理，反方處理。有科法修例之後，但我哋唔加強執法，法例如同推前對規管公園有咩建議？但係而家就係要收咗例之後，咁樣先至可以令到附近嘅居民或者康文署職員可以直接去。有科台成，你明唔明白咧？我哋而家唔係收唔收人，其實我哋執法上唔能夠做到全面咁樣進行執法。我哋警察落，我哋警察即係打人噴馬落到去進行拘捕，但係幾百人、幾百個支持者、幾百個現場者，咁佢哋又點樣一個警察點樣能夠對到咁多嘅人呢？第二，我唔想問就係點解我哋咁多現行嘅法例，我哋好好運用要去修例？咁我哋收咗例之後，嗰啲附近嘅居民咪可以一齊出嚟指證嗰啲警察啦。其實咧，有個同你明白咧，呢個方法都試過㗎啦。我哋呢個屯門區嘅譚俊議員咧，係將自己親身行入去公園範圍之內，成為咗遊樂場嘅使用者，並且帶埋康文署嘅職員同警員一同落到去，但都於事無補，都係進唔到聽區行動㗎。有方咧話呢個提升罰款金額去到頭先話50,000啦。咁市民有方，我哋就要將罪行刑事化，提升到100,000都好啦。法例喺度，但冇人執法，點解嘅問題？而家其實係有人執法嘅，但係我哋而家就係要收咗例先，等到嗰啲附近居民同埋康文署嘅職員。其實附近居民咧，每日咧都有進行投訴呢啲咁嘅環節，佢哋甚至有搭入到公園入面成為公園使用者，其中一個分子進行警打電話去警方度投訴，但係當警方嚟到嘅時候，因為太人多啦，佢哋人數過百人啦，當一啲嘅支持者同埋唱歌嘅人數太多，警方點樣去應付呢？同埋有方，我想問一下，你哋覺得收咗例之後就會有足夠嘅警力同埋康文署職員去進行呢一個執法呢？其實佢而家根本都係足夠，但係就係因為佢未收例，佢嗰啲附近居民同埋嗰啲康文署職員唔可以直接去執法。而且有方台咧，不斷咧就話講話咧要收例，因為咧唔可以俾任何人都做到一個證人。但其實問題而家唔在於有冇證人咯。政府咧要話少收利息都係過分嚟，最好唔明白。反方都變埋自結出，星期判注二填寫公園不受時，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係反方分子。第一屆依次發言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屆先係發問嘅分數。而家有請正方第一判決組投前發言，準備好先知去計時示意。在各位大家好，有方咧論證唔到佢口中嘅訂立規則嘅方案。
先，仲有各位東張西望曾經訪問公園觀看大媽表演人士指出，大媽場面唱首歌收成700元，佢哋咧處長咁表示，佢一直都不斷加派人手，但大媽仍然無腳，並且希望繼續表演落去。今日下午將會舉行光復團公園遊行，大批團嘅居民佢哋支持修例，大部分嘅民建聯、工黨、民主派亦都支持修例，上今日辯題亦應承諾多各位。先睇下有方同嘅方案先。第一，佢同我哋講話檢控難度降低，由之前咧就公園使用者提出檢控，而家到任何人提出檢控啦。咁但係有方同學係咪以為啦，收咗嚟啦，咁令到啲人咧就可以人康文署人員咧都可以自己做埋，淨係可以阻止公園噪音。但係方同學有冇真正了解過，其實係康文署人員嘅執法困難咧，真實情況係佢哋幾個人即係阻止幾十個表演者以及過百人嘅觀眾，一個應付幾十個移民都唔得啦，方同學。我方主面就引述咗譚俊賢議員嘅親身經歷，佢自己入咗公園做使用者，唔周圍都符合法例嘅執法嘅條件，有康文署人員有警察，最後都執唔到法，所以修例根本唔係關鍵，你用大量嘅執法人員繼續打擊，咁區議員日日做證同你落公園，直到班光復團唔再敢喺公園揾食為止都可以㗎。第二啦，今日方同學嚟講話要加重罰則喎，不如嚟睇下先。林方學話加重罰則先至可以有阻嚇性，但我方主編已經講過啦，以現有嘅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訂立規則，唔俾用揚聲器違反就拘捕佢哋，罰唔罰錢已經唔係關鍵啦，因為單純加重罰則，佢哋咪收多啲利是咯。相反，如果佢哋一開檔就加派康文署人員同埋調用較多嘅警力咧去拘捕佢哋，令到佢成日都冇收入咧，佢哋咪唔會自然就唔會再留喺公園咯。所以我方唔係話唔可以收嚟加重罰則，而係佢原本已經唔夠提供足夠條件實行現有法例咁關鍵啊。今日林方學咧仍然一時而家都仲堅持緊咧，而家解決唔到係因為未修例，但係我同我方一證明現行嘅法例都有漏洞而需要修例喎。除咗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早就俾當局禁止使用發出噪音嘅裝置嘅權力，咁我有冇解釋過一定要修例先至可以用到呢個權力咧？冇。然後仲有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序秩序條例第4条，當市民進行任何消遣而對居民或者路人造成煩擾，即屬違例。呢個法例喺任何公眾地方都可以引用，警方點解唔用呢？香港法例第400章噪音管制條例第5条指明，任何人喺任何時間喺公眾地方使用任何樂器或者扣音裝置，發出噪音都有人構成煩擾，即屬犯法，警方都可以引用呢個法例喎。又有乜嘢地方需要修例先至可以引用到呢？當日方完全證明到修例嘅必要性，有效咗喺邊度呢？有方有時講到咧，唔修例咧就阻止唔到啲人咧喺公園製造噪音，但我睇到嘅事實根本就唔係咁。好似早前旺角西營菜街取消行人專用區，咁喺嗰度表演人咧就想喺九龍公園繼續表演，佢哋甚至向公園承諾一定會低過80分貝，但康文署回覆香港01查詢嘅時咧，明確表示呢個空間並不適宜作定期表演用途，結果亦都有能力將啲表演者拒於門外。咁我就想問啦，如果於法無據，全港最大嘅公園之一九龍公園，憑乜嘢可以拒絕啲歌舞團入去表演，令噪音問題唔再出現呢？如果正如方所講，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一早賦予當局處理問題嘅手段，所以九龍公園做得到，咁點解屯門公園、海心公園做唔到呢？所以問題唔係在於無法可依，而係我哋根本就唔需要修例啊！多謝各位。警務人
承受住呢啲嘅噪音滋擾，但係佢哋係唔可以發聲，佢哋可以投訴，但係投訴完之後而家得出嘅結果係咩啊？就係16年嚟只可以告得入兩單案件咯。咁但係而家呢啲市民好無辜咁樣日日受住呢啲大媽嘅噪音滋擾，有間同學就坐視不理，就同我哋講話要而家係有法可依啊，而家已經一條法例唔需要修例啦。咁請有間同學去解釋一下，真係如果有間同學講到咁理想嘅話，又點解會16年嚟得呢兩單案件係告得入呢？在座各位，你哋想象下自己喺屋企聽住啲大媽唱歌，有成80分貝咁嘈，相當於一架車喺你身邊擦身而過嘅噪音，仲要嘈足大半日，想唞都冇得唞下。試問大家頂唔頂得順呢？但根據依家嘅遊樂場地規例，附近居民係唔可以做恐慌證人去指證班大媽㗎。呢班大媽其實真係無敵㗎，冇人搞得掂佢，只有公寓使用者先有權向警方投訴大媽製造噪音。但係呢啲咁嘅公寓使用者，呢啲人白覺得啲大媽再歌再舞係一件開心嘅事，係娛樂。今年嘅5月18日喺東張西望，其中一位人白知道咗居民覺得大媽嘅歌聲好滋擾，竟然叫居民粉雪櫃隔音。試問呢位人白做證人，又點樣去指證啲大媽噪音滋擾呢？就算當啲大媽俾人告入咗，最高都係罰款個2000元，以佢哋唱3小時就賺到10000元，一個禮拜基本上係可以賺到50000元，根本可以話係毫俾政府，冇任何阻嚇性啊！試問唔收禮又可以點樣阻止到呢班大媽呢？其實有方同學今日同我哋講無心執法，係其實某程度上係因為呢個法例不足啊！收禮之後，當啲康文署人員覺得呢啲嘅大媽好嘈嘅時候，佢哋就可以即刻發告票，將佢哋告上法庭，以本身法庭嘅程序去將佢哋告入罪。學協立法會通過修例嘅意願，喺民意方面，公寓附近嘅居民亦都有好多人要去到同家人喺街上面回避呢啲噪音。咁究竟而家呢啲附近居民係咪要承受住呢啲噪音滋擾咧？有冇同學？有冇同學而家都不停喺度回避緊居民承受緊嘅不必要嘅折磨？請問咁樣對呢啲居民又係咪公平呢？點解有同學又要淨係就住呢班阿伯呢？正方第二副嘅發言時間係3:08，報告時無需扣分。而家有請查封第二副嘅個裁判發言，你有3分鐘發言時間，而且有請先判計時限。主席、評判團各位大家好，有方今日立場好奇怪，我喺康文署入面已經做咗好多，但係都係打擊唔到，所以就有修例啦。但係首先有可能證唔到現行其他法律都告唔入佢哋，根本證唔到修例之後會有成效咯。其實根本就唔係做得多唔多嘅問題，而係做得夠唔夠。佢一擺檔你就拉，一擺檔又拉，拉到夠為止，拉到佢哋肯走為止，咁咪解決到咯。又何來一個無敵之算啊？其實而家平均一日2宗投訴，附近居民一落到去都投訴咁，都已經係當事人啦。但點解仲未有成效呢？有方又話10個又或者1000個執法者都解決唔到問題，其實唔係㗎。如果你真係1000個執法者係做唔到嘢㗎，再加埋一個現場使用者投訴，即刻過得入，即刻拉到曬啦。其實而家你睇到有好多條例都可以過得入㗎，你可以用噪音管制條例第5條去告，亦得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條去告，都得再用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110條。去告亦得咗，點解咁多條例都可以用，有方就偏偏係要簡單性遊樂場地咩？唔通有方同學覺得公園係公園而唔係公眾地方，警方冇權去執法嘅咩？其實我哋見到啊，有方而家就話一定要修例加重罰則先至可以有阻嚇性嘅效果，但係我方主辯都講過啦，佢直頭可以用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去訂立規則，唔俾用陽益陽性氣，一違反咪又去拉咯。咁你單純咁樣加重罰款，佢哋咪再收低利是，根本就於事無補。你要做嘅就唯有係等佢哋一開檔就加埋康文署職員同埋調動較多嘅警力去拘捕佢哋，令佢哋全日都冇收入，咁佢哋就會機會成本，然之後唔再去公園擺檔，咁樣佢哋咪唔會再就唔會再受噪音咯。其實我方今日就冇辦法，因為回應我方對現場法例嘅質疑，明明當局係有權定立規則，唔俾公園用擴音器又或者樂器。細心嚟都解決到問題，點解又唔做啊？再舉多個將軍樂區嘅例子，將軍樂運動場係禁止使用任何鼓壘，連後面嗰種搖鼓都唔俾用。現行法例之下都可以自行定立規則禁止使用樂器啦。咁其實修例嘅必要性又喺邊度呢？
又例如屯門區議員交志遠都講過，屯門公園有九成的被經濟都不是香港居民喎。咁其實我哋都可以當佢哋黑工，用入境條例拉㗎啦。早前台灣有個模特兒嚟香港私影嗰啲流影客相咁樣，入境處直頭殺上酒店拉人。咁多法例可用不用，又關修例乜嘢事呢？有方到而家仲未肯面對問題，關鍵根本就唔在於修例與否，而係政府處理問題嘅態度。好似歐志遠曾經向政府提出可以用行黑條例去拉人啊，但佢連討論拉人拉得入都未啊。警方同康文署已互相社波，去到而家都仲推緊。其實而家嘅問題存在於呢啲公園入邊嘅公務員太多，一個佔用唔少擁等，因此康文署明明有其他條例可以用，但就偏偏賴其中一條用唔到，而唔肯的起心肝杜絕問題，諗住擁你警方執法啦。警方又諗表演者加埋觀眾隨時百幾二百人，咁多人扮咁多大媽，都拉曬佢哋翻警署，一陣間佢哋警員齊合唱齊跳舞點算好啊？於是又將執法站捧翻俾康文署啦。其實俾你執法從來都唔係問題，但要收個有用先得㗎。但係執法困難嘅情況，修例仍然出現，因此修例係冇用㗎。多謝。现在已经是个风气，不修改法例，定立一个简单的规则，而且讲的情况不是讲得有方法讲单，是公园
實會因為九龍公園咧嗰邊肯用法例去用已有空間定立規則啦，同埋咧拒絕批出佢哋表演咯。呢、這個咪正正證明咗，就算唔修例都解決到問題嘅時候，咁修例又點算有效咧？咁同學，咁安全局又話我哋話只可以俾處要改條例話，我哋班大媽去入院啦。咁係咪一種修改法例嘅一種情況？嗱，其實我從來都冇可以修改呢一個入境條例，因為一直都存在喺。如果喺過嚟香港係從事呢、這個業務嘅話，呢、這個就已經係做黑工，已經係拉得㗎啦，同學。咁既然咁多條例都拉嘅情況，點解都要修例？我方同你逐條正面回答我哋。咁我同學講到乜條例咁都要執到法做到嘢先得㗎嘛？你見到十六年做得兩單，有方同學覺得係唔係你條例存在就已經解決問題啊？你有方嘅認為係執法呢個力度不足咯？我係講執法力度不足，但係條條例點解執法力度不足？咪就係條條例存在漏洞，令到啲普羅大眾小朋友都唔能夠做唔到證人，你就係條條例要存在漏洞，咁修例先至能夠條。令嗰條條例更加全面啦。咁方同學，就算我哋所有人都可以做證人都好啦，但我哋依然警方甚至係康文署嘅職員都係唔正視嘅問題，唔處理嘅話，所以修例都係冇用噶。有方同學，到底我哋就算將罰款提升到50,000啦，刑事化甚至罰到係要罰100,000，要係坐10年監，但我哋冇執行呢條嘅法例，到底係咩用？點解冇人執行呢條法例？有方同學，現實就係我哋而家就算有現有嘅法律都好啦，我哋警方都係將呢樣嘢視若無睹，佢哋係唔去積極處理呢個問題嘅方同學。點解覺得要方同學一定立規則就一定要執法人一定要做？唔係定立規則，其實而家我哋所講嘅係現有嘅法律，而家已經存在咗喺度㗎啦。所以只要我哋進行執法，就已經解決到問題。我哋主動去積極執法，就能夠解決到問題啦。所以有方同學。將檢控難度下降，甚至任何人都可以做證人。我哋嘅問題而家唔係
甚至將佢刑事化，要直接極端啲要死刑等等啦，都好啦，都冇用嘅。因為我哋法例喺度咁好人去執行，往進行拘捕，佢唔就算係佢立咗法例喺度啦，佢都唔知嘅，因為冇人去進行拘捕，冇人去拉佢哋啊。所以我要強調，我哋而家係有足夠嘅法例，例如先所講啦嘅遊樂場地規例啦，裡面嘅第110條已經寫到明咧，超多唔可以就任何公眾遊樂場訂立規則嘅，甚至係香港法例第228章假意程序自處條例啦，或者第400章噪音管制條例等等，都係列明到係能夠將呢啲人咧拘捕或者係進行執法嘅。因為遊科一直都唔明白咧，點解修例同埋執法係兩個完全唔同嘅概念嚟㗎？咁我仲以為咧，經過呢個幾年咧，大家都好清楚個分別喺邊度。呢度喺個人打爆玻璃就要進行地氈式搜索，而對涉事者歲月必誅。但同一個地方嘅前一日，就有個15歲嘅少女因為病咗傷戴口罩而經過嗰個地方，就俾個八一拳啊打爆咗個鼻梁。執法人員更再指斥翻收旁觀，而且係拒絕調查嘅地方。呢度就係警察通例寫到明槍唔可以射頭，但結果執行嘅時候咧，就好似玩緊食雞樣，槍爆頭。一個寫到明要掛委任證同埋有號碼識別，但實際上冇人執行嘅地方。其實訂立或者修改法例同執行法例嘅意欲同手段，真係完全兩個唔同嘅概念嚟㗎。只不過其他地方真係妥善執行，大家先睇唔到個分別喺邊。今日嘅辯題都係一樣，我方已經證明咗現時真係有好多其他嘅法例可以解決到噪音問題，而事實上亦都有公園同九龍公園係可以利用呢啲法例將可能發出噪音嘅人趕喺公園出邊。既然修例都得，咁修唔修例根本唔係規管公園噪音問題嘅決定性因素。相反，只要利用現時法例嘅空間執法，就可以解決問題。所以我方今日直堅持妥善執行現有法例就係最好嘅有效方法。我哋咧喺今日咧去討論呢條辯題咧，真係一個好適當嘅日子，因為喺過幾個鐘頭之後，屯門就有數以千計嘅市民發起光復屯門公園行動，佢哋唔再等政府去修例，唔再等政府修咗例之後會唔會真係去執行，用佢哋嘅身體同埋腳步去阻止公園噪音嘅問題惡化。當然，我亦都相信康文署同警方必然會用以數以百計嘅人手，以阻止到時可能發生嘅肢體衝突。其實我用現有嘅法例，作為康文署、警方甚至入境處等部門，提供足夠人手嘅聯合行動，打邊一段時間咧，相信呢啲公務團咧自然就會另覓地方，而唔留喺公園入面製造噪音。否則，每次只係得康文署幾位人員兵臨張寡，手無寸鐵，面對人數都係多成幾十倍嘅表演者，甚至係支持者呢啲無敵大媽，仲有法律，我哋又唔夠做到啲咩咧？多謝各位。就是因為這個法例根本存有漏洞，以前一定要公園的使用者
文署嘅職員都可以做埋證人嘅時候，就降低咗呢個檢控門檻，同時增加咗罰款至50,000嘅時候，亦都可以充公埋啲工具，就更加有阻嚇性。啲爸媽咪唔敢喺公園裏面再嘈啦。要解決呢個問題，我方主辯已經講過，就好似有部機有個齒輪爛咗，爛到喐唔到喎。而家要解決呢個問題，有三個選擇：第一，換咗個壞嘅齒輪，即係我方一直支持嘅修例；第二，就是、用手轉喐個齒輪，即係有同學講嘅其他方法啦。第三就乜嘢都唔做。咁究竟個壞咗齒換咗呢個壞嘅齒輪係咪最有效？相信大家都已經心中有數。縱觀全場，唔難發現有分同學嘅謬誤。有分同學就係咁同我哋講，現時法例嘅弊處啦，又話而家條法例唔夠啊，因為啲執法人員少，要對班大媽佢哋咁多人嘅時候，我方其實冇否認過呢一點啊。但其實有分同學要注意嘅係，修例之後就能夠阻嚇呢班人唔再喺公園裏面嘈，咁佢哋人數咪少咗，執法咪更加容易咯。有分同學就話執法人員懶散啦。咁，因為啲執法人知道，無論佢哋勤力定係懶散，根本都告唔入呢啲大媽嘅舌頭。咁其實我哋都要知道，呢啲大媽會咁惡啦，會鬧走呢一班執法人員。佢哋因為佢哋亦都知道，佢哋而家嘅法例根本告佢哋唔入，就算要罰款都係淨係罰2,000蚊。有分同學講到啲執法人員咁差嘅時候，咁如果你加強執法，佢都係冇效嘅喎。其實最根本嘅問題就係現時嘅法例有兩個漏洞。第一，刑罰不夠；第二，是要公園使用者才可以投訴。其實今天我們只要彌補這兩個漏洞，就可以解決這個噪音問題。無論今天有分學講幾多的方案，都填補不到這個漏洞的時候，修例是必然是最好的方法。多謝各位。第二嘢就係去到就係咁，好啦，到嗰個警員或者嗰個康文
拉佢？係咪話拉就可以拉嘅咧？需唔需要可能有證據啊？佢需唔需要考慮到佢按咩起訴佢啊？有冇其他呢啲嘅考慮嘅因素喺入面咧？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就係我覺得就可以咁輕鬆就見到嗰條法律喺度，咁有個人喺度，所以自然等於可以執到翻，兼且可以起訴到佢。我覺得現實上面咧，考慮呢樣嘢嘅時候咧，有更加多嘅難度。嗱，到第二方面咧，就係去到一個嘅先講啲主線上面，我覺得可以點樣再做好啲啦。但係喺政綱上面先咧，其實政綱咧就拋出兩個方向嘅一個嘅修例，就因為好 explicit 地講，譬如你居民點樣修例，包括就係喺檢控難上面，原來係康文署啦、當地居民等等都可以做檢控，需要做證人嘅。第二方面就係將嗰個金額要提升到50,000啦，要從快要再罰，要充公咁樣。我覺得咧就係咧我會諗嘅就係，其實政方嗰度講修例咧，未必一定真係要將你 propose 完完全全地將個修例嘅嗰個條文要好清楚講出嚟。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係可以淨係提出一個修例嘅方向，到底係邊兩個方面方向，而且當然要舉一啲嘅例子出嚟啦，而唔需要好直接就鎖死咗，淨係會改呢兩條例咁樣。咁可能你可能改修改到兩個方向，第一就係檢控難度上面嘅，第二就係嗰個嘅阻嚇性上嘅，有呢兩個方向嘅修例，而修例大概可以係有呢啲嘅情況。咁喺現場上面對應住對方講啲嘅嘢，你就可以再有執生嘅空間，或者再有改變嘅空間。啱啊，所以同你講嘅嘢都喺檢控嘅難度上面嘅。咁唔緊要咯，我哋係喺檢控難度上面，可以由其他嘅修例可以再處理到你嘅問題咧。即係換個呢個嘅處理手法會再好啲。當然可能大家 set 主線上面嘅時候，真係有啲嘅考慮，可以嘗試諗下。畫風都係同樣嘅，即係我覺得你哋拋出咗個問題就係話現時公園嘅衝突係純粹係因為嗰啲嘅警員執法唔到啦，或者執法嘅好多人數啦。但我覺得我覺得政方之所以難辦，就因為佢要將整個工作變成一個好宏大嘅問題，佢就縮到變成係法律上嘅問題，呢個係難處理㗎。但係你哋好似撥佢一齊，我覺得冇有縮窄，我縮窄到淨係執法問題範圍上。我覺得可以係即執法問題，當然係你其中一個最大嘅一個問題啦。我喺淨係執法呢個問題上面，都可以有一個唔同層次上嘅問題，又或者甚至即將公於處理問題嘅嘢，都要變翻做就係好多問題，咁令到佢嘅嗰個收力更加難度，亦都更大量嘅問題啊嘛，即係要點樣製造更加多嘅假想敵俾政方呢佢嘅劇情，咁先會令到佢表現起上嚟更加難去處理咯。相反，如果你自己好一開始自己打翻政方咁樣，好似你就話即係呢個解決執法問題是最有效規管公園錯誤方法，咁就其實即係會唔會處理出嚟就難啦。我覺得即係大家可以嘗試諗一諗。第三方面就係人資要問上嘅問題。我覺得今日之所以大家好似有種口同鼻啊，政方話啲大家全部都係啲即係冇啦，過去唔得啦，佢哋全部都無能嘅。啱啱就話到佢哋咧，全部唔係人多勢眾百幾條狗仲要打人，咁即係大家咁嘅理解，即係可能大家係知道個運用上其實真係唔係好多，比較平衡個理解都唔係好多，所以大家有少少變成係自己講，即係大家各自對個大媽嘅各自嘅理解咁樣，我覺得係咁。即係例如可能係政方喺你講話檢控難度有問題嘅時候，會唔會都可以用翻啲資料去解釋翻聽點解檢控上面難度咧？例如後面裏面講咧，就係我覺得兩單可以起訴到呢啲嘅資料，會唔會可以再早啲去講出嚟，所以令到人哋明白而家係有條法喺度限制法律理論上可以告到，但係就因為起訴唔到，所以最後都冇人會拉佢，亦都告埋佢，會唔會咁樣樣咧？即係當你講得出呢個問題嘅時候，你都要描述個問題係好啲。反方都係，即係反方喺前場，尤其係一副位置之前咧，我竟然要聽四次威談議員嘅，即係屯門醫院、屯門公園談議員落區四次，即係我覺得我明白嘅，即係你要嘗試解釋。我哋真係啲人係對應兩百幾個人，但係會唔會即係一個例子用四次都唔係咁好咧？咁所以呢個例子上面可能要即係可能講啲，照因為我自己就咁自己睇啦，我自己理解嘅底下咧，都有好多就係包括住翻係話個公園裏邊咧，巡邏人手一個人咁樣蹲喺度，跟住要對成個大區㗎啦咁樣，即係呢啲咁嘅資料會唔會有用去證明其實間公園裏邊真係好冇人手，咁冇人想去擺啲資源落去咁樣咧？大致咁樣交俾其他嘅意見。多謝劉樂賢先生給予評語。而家有請香港中文大學粵語辯論隊副隊長李瓊軒先生為我哋給予評語。我好想喺度講啦。咁處理修例入邊咧，啲法律上即係一個法律，我覺得一啲字眼大家係要留意翻先嘅。咁咧頭先咧正方開出嚟咧，咁就即係處理修例有兩個方面啦。第一就係從個舉證上面咧，就係擴闊到係。由一個公園嘅
所有人啦。咁所有人誒先係有康文署嘅職員啦、路人啦同埋居民噶嘛。咁但係咧，你就即係呢個就係對應住嚟講嘅第一個講點就係藍圖下方，第二點就係實質性下明白嘅呢度。咁但係咧，我去到後面有少少聽到就係對於法律概念有少少走咗位嘅，即係我會聽到就係、是、警方可以出一個即時嘅告票俾佢。咁我就喺度諗啦，咁你即時嘅告票，咁應該就係類似可能係食環啊，或者我唔知啦，即係類似食環同煙辦咁樣就可以有一個嘅即係司法嘅權力就可以咁樣做啦。咁就或者係變咗係一個簡易治罪條例啦，即係你嘅論證嘅方法有啲似係向呢個方向，但係你講完即時告票咧，後面咧就冇再延伸啦。咁所以我就不以為然，就覺得可能即係唔係咁講事實，即係就冇影響。但係到後面咧，我又會聽到一啲比較奇怪嘅講法喎，就係話屯門區議員淨係拉咗梁丹，咁樣做區議員點樣去拘捕一個人咧？咁就即係我覺得呢個説法上係有少少對於你自己開嘅個收費嘅方向咧，唔係咁講事實嘅。反方都有同樣嘅問題啦，就係、是、你講到檢控就我唔記得我聽到就係有一個就係、是、你嘅拘捕咧，就係、是、可以即時拘捕佢啊，或者即都有類似嘅問題，但係因為你係反方咁，我就覺得即係呢個位置同佢呢個法例嚟講，你淨係可以實現翻你自己開出嚟嗰啲法例咁就 OK 啦。咁但係如果你處理一條修法問題，你連嗰個法律嘅其中一啲嘅基本嘅概念咧，都冇辦法好準確咁樣講出嚟咧，咁的而且確喺後面嘅一啲嘅分組上面咧，係會有一種嘅關鍵嘅。咁但係咧，作為咁，我覺得咧處理呢條政綱咧係好困難嘅，因為你有兩個正嘅難啦。第一，佢係有效啦；第二，佢係一個最有效啦。咁但係咧，我覺得可以 one step back 去諗翻就係乜嘢係公然錯嘅問題先。咁喺正反雙方其實個立場上係一樣嘅，大家都係好憎啲大媽嘅，係好針對佢哋。咁但係公然錯嘅問題係咪淨係講緊大媽咧？又或者對於公然錯嘅問題喺正反雙方嘅角度，我覺得不妨大家可以擴闊少少嘅，即係大家嘅思考啦，就係、是、其實大媽都係個街頭表演嘅其中一種。咁我諗即大家處理嘅錯問題，只不過係因為佢錯得真係影響咗其他公園使用者嘅權益，咁就唔需要咁快將呢樣嘢定調為止，就係大媽係大媽嚟到真嘅。即係去到反方嚟傾呢個立場咧，就係、是、直情要用入境條例啊，好多嘅方法無所不用其極，就唔俾大媽表演啦。咁即係我覺得大家係唔需要淨係局限於大媽。點解咧？就因為行政方可以請一個立場，就係、是、其實你都可以 endorse 呢種類型嘅街頭表演嘅。因為接下嚟要考慮嘅就係咧，正反雙方對於嗰個法例嘅嗰個嚴格嘅程度咧，係有一個分別喺度嘅。反方係一個好極端嘅立場咧，佢係要動用曬差唔多全香港嘅警力，24小時企喺度站崗，然之後就要告嗰啲嘅大媽，甚至乎你要修例，直情起埋水馬圍牆，九龍公園唔俾佢入。咁而當反方傾呢個立場嘅時候咧，咁正方係咪冇得走咧？因為你諗下，其實反方佢係直情係激進過嚟噶嘛，佢係勇武過你10萬倍嘅時候。咁如果你可以剔翻出嚟個框架，就係你處理公園噪音問題有唔有效，都可以睇下佢處理嘅手段。你唔係話噪音冇人表演就係解決咗個噪音問題，而係你點樣去平衡唔同嘅利益。咁我覺得呢一點係可以正方去諗下，就係點樣去定調你想解決嘅問題，從而去你去處理問題嘅時候嘅走位就會寬鬆啲啦。因為其實今日反方咧，佢舉咗10萬種唔同嘅反方案咧，而正方係好難從邊度處理嘅。即而且確，因為你個競爭太大啦。咁如果你咁快就跳到落去一齊，你要將呢個所有問題變成零嘅話咧，你嘅競爭責任就會令到你自己嘅 burden 就更加大啦。咁其中嘅一啲嘅建議，例如你可以捉翻反方嘅立場，就係、是、你可以問佢咯，你要個競爭去到幾大？即係你係咪全天堂咁樣去換佢啦？跟住要狂拉佢啦，即係但凡見到唔想超你就即刻拉佢，拉到佢驚，拉到佢冇辦法揾錢啦。佢自己講嘅，佢話拘捕咪就係等住最大嘅罰則咯，你要俾佢收納税。即係例如跟住佢直情講話九龍公園可以投諸於門外啦。咁其實你可以再推多強啲，你不如拆咗佢嗰個自然區，咁都係可以叫做想規管嘅公園嘅問題喺佢嘅立場嘅。咁所以如果當反方去到咁激進嘅時候，我覺得正方可以嘗試諗下點樣對應街頭表演，你嘅定義可以幫你處理到呢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就係翻返去最後其中一樣就係、是即係對於。呢係嘅辯題，就係、是、正方嗰個律政責任非常之大啦，咁頭先都有講過，咁所以我會覺得咧喺今日
對反方嘅攻擊入面咧，你都令到你反方好似頭先嗰位評判講咧，就係你嗰個勇敢度係好大嘅，唔知點解。咁但係咧，其實有一啲位咧，你係可以讓俾正方，例如其實你係可以同意佢嗰條條收例啦，你可以同意係交罰則啦，即係你假同嘅立場咧，同意咗係交罰則啦，你可以同意佢嗰、那個嗰、那個舉證人係可以多咗啦，你可以唔反對呢樣，對你本車係冇任何影響。所以其實有啲位你唔需要咁好 intentional， 一定要拗贏正方。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純粹係個策略上面令到你本身開條主線可以再行得盡啲，咁就令到反方嗰個攻勢就可以再舒服啲，你可以全攻，咁就唔需要咁樣走住咁樣定策劃嗰個方案。係啦，咁同埋我覺得反方有一啲嘢，例如一啲 scenario， 即係你問究竟點解可以講啦，單車公園呢啲咁樣，其實不妨可能喺自由辯論人哋，即係唔同嘅位置同埋真係對你。問完之後點樣收翻翻，咁我就覺得就會令到你個整體完成。即係我覺得你哋有啲好強嘅問題咧，就甩咗，咁就變咗就唔知點解就會討論翻正方嘅方案，我就覺得佢後面有少少冇把握到點樣考慮到好啲啦。係啊，就係咁樣。好，咁多謝李平堅先生給我嘅評語。最後有請香港浸會大學辯論隊前隊員袁永興先生獲得給予評語，有請。咁主要問題頭先兩位評判都講得好清楚啦。咁如果你問我覺得即係呢場比賽一上場咧，我覺得你哋係最有效率，我覺得係即係處理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你哋即係兩面，其實我哋玩辯論咧，其中一樣嘢都係希望即係了解多啲社會上嘅變化。咁我覺得你哋點講咧？你哋揾咗好多資料，你哋推論好多行。但我覺得是你們是不是即很學院化，你們即是某人性化的東西。很簡單，我舉個例子，就是正方說的，就是你現在是一定要公約的使用者，那我在家裡覺得立法很錯，那我就沒辦法了。那是不是真的沒辦法呢？即我換件衣服走到樓下約埋了人，由你下去，那我們是公約的使用者，那即是你理論上是對的，但這些東西在實行上是不是真的即係你喺資料上睇呢啲嘢係，但係你哋可唔可以諗下，如果你係當事人，其實你覺得最難問題係乜嘢咧？會唔會係即係呢個搭跌落去，然後你又覺得話咁就有可能犯錯啦咁樣，係唔係真係最大嘅阻力 ？OK， 咁你哋其實即係你哋呢方面咧，首先即係例如一副你出嚟講話，你而家佢唔執法，你加到死刑佢都冇嘢噶啦。咁我心諗係咪真係咁中意唱歌咧？佢哋？去到呢個位置，即係我明白你嘅意思係啲乜嘢，但係你明白啦，即係其實去到某個位置就會有阻壓力噶嘛，即係大佬我哋唱定歌啫，唔使咁啊嘛，咁即係你哋呢啲嘢就係、是、你個理論上係啱嘅，但我覺得你講出嚟有啲唔係好，係咯，即係有少少罔顧咗個人性，同埋你哋呢個其實我覺得你諗多少少嘅就係、是你講得啱嘅，執法人員可能係互相射波啊各方面嘅，大家問題嘅，大家有冇諗過點解佢會咁樣先？即係差佬特別中意啲大媽，定係特別唔中意行公園，定係點樣咧？即係你有冇諗過？即係喺實行起上嚟，你有冇試過代入呢班執法人員諗下點解佢哋會咁咧？其實我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人都係有個，即係我哋都希望將啲嘢簡化或者夜化咯。我哋嗰啲即係好簡單，你上堂啊上堂，你明唔明？你梗係話明。你老虎係牛頭，佢哋最多唔識問翻隔離嗰個，即係其實佢收到電話，佢哋會主動去諗就係、是，我而家要搞翻大媽嘅，我要用咩簡易治罪條例啦，定係用乜鬼嘢，我可以整鬼佢咧？佢唔會噶嘛，佢咧諗就係、是，喂，我諗下啦，唔收工或者點樣，即係呢條友好激動打嚟，我喂而家冇計喎，搞唔掂喎，你屋企打嚟，因為咧你又唔係長期使用者點喎，咁喺佢哋人性化上去街上咁。佢唔會話好主動地、積極地，好希望佢哋工作嘅使命就係要維持呢個公園嘅乜嘢嘛，係咪啊？咁所以你嚟到呢一步嘅時候咧，其實你雙方就可以諗下，例如你哋講嘅修例係唔係可以釐清翻少少佢哋部門之間嘅嗰個責任或者合作或者點樣？即係如果你收到啲例外，原來啲條係好清楚㗎，即係普羅大眾市民都知嘅時候，咁佢就防住一定要做㗎嘛。即係我覺得呢個可以討論多啲，因為而家我哋一個普羅大眾。
失望係會被差佬或者被康文署棄咗。咁然後佢又發現啲原來棄佢 work 嘅喎咁樣，咁佢每日嘅工作又係唔係啊？我好想幫你，但真係冇計啊咁樣。唔通我話俾你聽，其實我有計噶，不過我又唔想拉差人去做嘢啲咁樣。即係呢個就係其實落到去實際層面上面個社會上面發生嘅嘢。咁我覺得如果你哋可以討論多啲，會係有趣少少嘅嘢咯。即係如果唔係就變咗有啲嘢，即係另外嘅理論上係啱嘅，你加快人手。咁但係好簡單嘅嘢，咁頭先評論都講。加到你人手咧，你講到而家就話唔掂喎，佢要揾大媽去填喎。咁照你咁講，即係大媽咁恐怖咯。咁即係可能一個抄對一個大媽未必夠喎。咁要點樣咧？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你哋又講唔到嘅嘢，但係你哋又好嘗試質疑咧，你即係好似佢講出嚟咧，你就覺得有可能係喎。即係大媽真係無敵嘅喎，咁就變咗你去到自由辯論咧，好似冇乜嘢拗緊咁樣。即係我會覺得係有呢個情況，同埋有陣時你哋用嘅例子同埋推論之間，你我覺得要小心啲。例如你一路用單車公園啦、九龍公園啦，我覺得本身係幾好嘅。但我轉頭諗即係，咁九龍公園係咪加強咗好多人手落去咧？你明唔明啊？即係你哋立場咧係咪其實人唔夠嘅，懟多啲人落去就點啊？嗱，你睇下九龍公園，嗱咁就開始奇怪啦。嗱，你睇下九龍公園之後，冇理由係九龍公園，即係。舉多老闆落去嘛，原來唔係咯，係個根源上上層喺度做嘢啊嘛。咁呢個就係呢樣嘢同埋你推出嚟嗰解決方法會唔會唔可以話有矛盾，但至少會唔會係有少少唔係好有直接關係咧？咁如果係嘅，中間嗰個推論你係咪應該再梳理清楚少少，即係俾大家清楚啲知道咧咁樣？係咯，咁我覺得大致上係咁啦。同埋我覺得都係頭先你講得好啱嘅，可以多少少嘅數據咯。即係例如你好簡單，你一個路講緊十個點得兩單，但係其實大家而家唔知投訴嘅，咁即係例如每一年有幾多人投訴咧，或者呢十年入邊由以前屯門公園都仲係稍為安寧啲嘅，到而家咁樣啦，其實每年嗰個投訴嗰個個案係點樣咧，個增長係點樣咧，然後即係大家個 feedback 係點樣咧，咁其實我覺得呢啲嘢我哋應該可以知道多啲，但係喺個基礎。